谈到收藏呢，也是梦想。其实我觉得有钱就可以收藏。我现在呢，资金这么紧张的情况下，其实我一直在卖我的画。我觉得跟大家分享，人什么时候都可以活得很兴奋，很高兴。我最近卖掉了一批艺术品，我拿回了一些现金来解决自己的流动性问题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我不觉着我卖画丢人，就是很多朋友都觉得呀，卖张画，钟军你那么牛家，你收藏界挺有名气的，怎么开始卖画了呢？我觉着没有什么丢人的。